OK， 现在灯是两个亮柱啊，灯两个亮柱。我们这个角啊，我们开。OK， 那边就没有亮了。灯没有亮了。这个要前面的，我们要开就不可以开。这个 gap 不可以开，开不到的。对，所以这是 interlock 掉了啊。OK， 然后叫回去。OK， 灯亮了。OK， 才可以开。OK。